雷劫，终于还是到了。上帝保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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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尤公子，你到底还是来了。晴儿，什么都不要说，让我们再静静的待会儿。妾身与你情投意合，十年相处，却没有夫妻之分。生命难违，但愿与你来生共度婵娟。既然臣妾不能跟你在一起，那臣妾就随你去了吧。哎，为什么你要救我？既然阿玛不让我们在一起，就让我死了吧。吉祥，格格，王爷赐美酒一杯，送幽都统走上一程。美酒，走好，是毒酒吧？
为什么阿玛就是不肯放过他？臣妾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。不要死，那就让我先死了。且慢。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鸿命难违，但愿与你来生再度成全。能再给个机会吗？师兄，自从你百年之前惨遭不幸，我临危受命，忍辱负重地接了这掌门印，每日勤修苦练，势必要为师兄报仇。唉，可怎奈师弟我才疏学浅，自知如何修炼都无法与仇敌抗衡。不过我已找到一破敌之策。师兄，这就是我新研制的卦术，它能将速度与易术相结合，
再加上识人术，便找出了这万中挑一的隐修师。只要找到他，师兄为你报仇之日指日可待。师兄，加油！加油！你是38号甄美丽，出去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没看清牌子我。你不用再来了，下一位。我。淘汰？什么淘汰我？我们公司招聘的是文员，不是舞蹈家，请吧。哼！我这啊！怎么样？伤哪儿了？用不用带你去检查检查？男人用这种眼神看男人，只有两种可能，不是要泡我，就是要睡我。我想，我还是不适合贵公司的工作。等等，你被公关部录用了。什么？叶总，这不合适吧？他一个男的。去公关部干什么？
谁反锁的门呢？不想换了。原来是美女房东啊，您今儿怎么有空来我家溜达呢？告诉你有文化，你个小兔子挨骂啊！这房主不讲明白，你给我滚蛋！哎，你就是混成我这样，也是够惨的了。那天不得不到女魔头那儿报道去了。这事儿不对啊，难道我和那个女的真有关系？不行，我得查查。很高兴你的到来，尤文化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是你？我靠，穿成这样也认出来？我乃孟修门掌门，司徒孟一，风华绝代，气质绝强，上能颠倒妇女，下能迷死萝莉。孟修门，孟修门的掌门不是黄水水吗？什么时候换成你了？师兄他老人家被奸人毒害，元气大伤，没有度过雷劫，已经西去。节哀啊，司徒兄。不知黄掌门是被哪位奸人所害？这件事嘛，还得从百年之前的那场大战说起。黄水水，交出晶元，可饶你不死。天尊，我孟修门一心坚持闭门清修，与世无争，我劝你别欺人太甚。这个世界，能者居之，别不知好歹。看来我只能与你生死一搏了。你这是苍老师？果然是我。真牛逼！不要，不要，拿走。要不要看一眼？不要，你拿走。看一眼吧，拿走，不要。这么说，黄掌门是受到了岛国的毒害？这天尊可够损的。帝国主义，亡我之心不死。节哀啊，苏兄。师兄的临死之前，用尽了他全部的修为，将天尊的修为封印在了法器之中，保留了他的躯体。可师兄他老人家必定功力有限，
经过百年，天尊已经破茧而出，现在功力正在大涨，只要让他渡过雷劫，他就能长生不老，到时候隐修界必定大乱啊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经过我的运算，我算出来你是万中挑一的隐修士，拥有无限的潜能。哎，另外还有一个人跟你是一模一样的，只不过这个人被天尊所用，所以就只能找到你。你别开玩笑了，我又不是笨蛋，连黄水水都不是对手，我能斗过天尊吗？你确定不跟我合作？嘿嘿，我确定。那就只能我自己代劳了，等我吸了你的精元再去对付天尊。给个解释先。吸你精元拯救隐修界，你不会死，一会儿就好。等等，哎，又怎么了？嘿，哎，我的功力呢？在梦里，你是发不了功的。放手！放开那个男孩！绕过来！咦，不好意思，再来一遍。在别人的梦中，就这么龌龊的事儿，算怎么回事？这是不把俺们黑白双煞放眼里了？今天我们代表正义消灭你。你们就是最近很火的黑白双煞？正是俺们。原来是俩傻叉。死到临头话还那么多，今天就让你灰飞烟灭。哼，好啊。贝儿，这莫非就是探究的十八小龙阵？好像是，但是现在只有两条路，所以他还没有练成。我算是撞上了。以现在的实力，打败他的胜率为0.0001%。俺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，撤退，并不代表俺们害怕你，只是为了更好的打败你。哼，不堪一击。喂，住手！哼，又是你，破坏和平！放开他，不然我就告诉天尊。等我吸干了他的精元，天尊这800年的隐修士又奈我何？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天灵剑。想不到你已经练成了十八降龙阵，比你那银冠师兄巧多了，有点意思。不许侮辱我师兄！
谁啊？我是你的梦啊。我报警，你信不信啊？嗯，简单的说呢，就当一定修为的人做特别激烈的梦时，我就会出现。真的假的？那你笑谁？我看看。除非你打反我，不然我无法消失。那我就打你个试试。算了，姑且相信你吧。哎，对了，你说你是我的梦，那我梦中的女子是谁？你一定知道，对不对？我是你的梦，我又不是别人的梦，你自己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话说，你家只有泡面吗？我饿了。完了完了，我要迟到了。我该去上班，这个月交不起房租，我就肉身不保了。我说你怎么老跟着我呀？等等，插这儿，是你们？包完这是俺们阴仓的身份。你别告诉别人啊！ OK， 我要去报道，公关部的。哎，那去报道也得要证件呀。你们也是隐修士？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，人家还有点不好意思嘞。以拯救世界为己任？啊，对头。如果我将你们昨天在梦中大败的事情说出去的话，那多大的影响？他们好像看不见你。我非得要300年以上的隐修士才能看得到，他们的修为不足200年，当然看不见了。OK。嘛呢？咦，小伙子，你才多大？你叫我小伙子？这是 VIP 拯救卡，拿着。什么玩意儿啊？有事儿扣我哟。别闹！过来。叶总，那天在公交车上是我认错人了，那都是误会。希望不要影响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。我说话有才有识。你闭嘴！现在我说你听，不要插嘴。那都是误会。哎，好，您说，您说。我从来不把私人恩怨带到工作中来，废话我就不多说了。
我知道你是隐修五百年的隐修师，而且正准备渡雷劫。你也是。你刚才去哪儿了？叶千梦的气场太强大了，不跑，我等着灰飞烟灭啊！那你现在在哪儿？我用你的脑电波跟电脑建立了连接。好，这么先进啊！那是，我可是梦灵，可以进入任何人的脑电波。那你干脆进入叶千梦的脑电波不就好了？这样就能弄清楚这里的事儿了。现在可能不行，但等他虚弱的时候，或许会有机会。刚进公司，要加紧学习，这些资料全部输入电脑。好好干，干好了，月底一定给你加工资。没问题，叶总，加油。方便面呀，方便面，方便面呀，方便面，方便面呀，只有面。你不方便，我方便，我来方便你方便，便便便。方便面呀，方便面，方便面呀，方便面，方便面呀，方便面，便便便。
叶总，你找我？别过来！叶总，你这手怎么了？工伤，工伤。那你找我有事吗？啊，那个，桌上的资料拿回去处理一下，今天全部搞定。还杵着干嘛？赶紧的！哎，好的。不行不行，啊，要去拜读。哇，什么厕所呀？连纸都没有。叶总，昨的事儿是我不对，但我不是故意的，给个机会。叶总，都是我不好，我胆小，我没用，再给我个机会吧，不然没钱交房租，女房东非得拉我肉偿不可。叶总，大家都是隐修界的，活个几百岁都不容易，给个机会，发点奖金就行了。要不我吃点亏，给你肉偿算了。嗨，傻哥，吓死我了！叶总在吗？叶总去见客户了。那今天叶总有没有什么比较反常的举动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你还有事吗？你的脸怎么？我脸上有东西？看到了。哪儿呢？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完美。讨厌的 ，shit！ 喂，哎，叶总，哎，是我。哎，您说，您说，晚上去酒店接您是吧？哎，好的，好的，您放心，一定按时到。再见，么么哒。机会来了，叶总，你该减肥了，你。别人菜了你。
帅。洗干净了？洗干净了。我肯定跟你有关系，但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你到底是谁啊？我们到底什么关系？叶千墨是天尊的人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吸取你的精元。你吓我一跳！天尊为什么要吸取我的精元啊？真为你的智商捉急，你是万里无一的隐修士，他吸取你的精元，不但能使功力恢复，还能得到长生呢。我以前只是听说。没想到真有这事儿啊！所以说你现在极度危险。那你知道天尊是谁，现在在哪儿吗？根据我这些天的调查呢，公司老总就是天尊。百年前他与梦修门黄水水一战，虽然他险胜，但是他的大部分功力已经被黄水水封印住了。百年过去，封印渐渐消失，他的功力有所恢复，所以他时刻准备吸取你的精元。啊？那我现在怎么办？我不能坐以待毙啊！他的实力还没有恢复，所以他派叶千墨出来。但是你雷劫在即，他会趁你雷劫能量爆棚的时候出来捣乱，所以你要。这回你带回来的金元能量充沛，万中无一，值得夸奖。问吧。我对云雾画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我们是不是以前认识？这老娘们害得我这么惨，居然还有心情跳舞。对，英雄顶不去，就是脚下动作。
抬头看前面，眼神非常不错。不错不错，咱们今天就先溜到这吧，大家都不错。下课，大家都不错。谢谢老师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好，再见。嗨，叶总，我们正在冤家路窄呀。对不起啊，认错人了。哎，叶总，怎么还翻脸不认人了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叶总，我叫晴晴。哎，你在这儿，我报警了。装，我让你装，我看你回不回家。我去，怎么到我家了？你再跟着我，我可要叫人了！别别，那是我家，那是我。还真巧了，叶总。就哎，别别。没道理啊，这装的也太像了吧！哎呦，今儿这一天给我折腾的。我以为今儿个太阳打西边出来，你文化是脱胎换骨了呢，长本事了，你英雄救美，你把美人的房租交了吧，不然就别多管闲事儿。交就交，多少？不多不少，3370。哎，英雄，这也不够啊！没有钱，没有钱就别在这逞英雄，滚蛋！等等，哎，干嘛？
这是嘛？你这都辣眼呀！这这，啊，走走吧，你这这走，你有种的，足足的鸭子都让你给废了。哎，住手！你和他认识很久了？这话说的，这小胡子，我盯着他好些个月了。啊，走走走。是我搞错了？哎呀，我三个月的生活费呀！文化哥。还没吃早餐吧？我可以进来吗？啊，可以可以，请进请进。哎，请坐。文化哥，昨天晚上对你有些误会，不好意思啊。嗨。不用不用。啊，你看，你这屋子太乱了，我帮你收拾收拾吧。这不太好吧？这个。没事，就算我报答你帮我解围好了。你先吃早餐，我马上就好。干净多了，文化哥，你等我一下。我看你脸上的伤。处理的话会发炎的。我帮你处理一下，别动，这是我们做护士的职责。到底是不是叶总？你老是叶总叶总的叫，他是你上司吗？对，他是我们市场部的经理，但是我总觉得跟他特别熟悉，好像他做过我的女朋友。啊？嗨，我是说上辈子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到点了，我要去上班了。一定要注意呢，尤其呀，这个事儿，看，喂，你怎么才来？怎么了？
告诉你秘密，叶千墨辞职了。什么时候？昨天。估计已经被天尊干掉。注意啊，一定要注意啊。哎，喂，是我，有话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你晚上运动能带我一个呗？哎，我是说健身。晚上再说吧，我现在忙呢。我感觉你现在的思绪很乱。我是很乱，你是我的梦玲，就不需要我再跟你多说了吧。你不就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人吗？等到晚上的时候，进一步了解不就好了？进一步了解？进一步了解。十厘米够不够？十厘米？你还好意思说？是文化哥吗？门没锁，进来吧。过来吧，和我一起练瑜伽。要不算了吧，我可是纯爷们儿。生活压力这么大，练瑜伽有助于缓解生活压力。深呼吸，起来，握住，这只手绕过脖子，不要滚，腰，是练瑜伽，不能做太多动作，时间还长，你慢慢来。嗨，没事没事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才是没活动开，我现在也给你来一个。哎，文化哥，你可千万别勉强。文化哥，疼吗？疼。都怪我不好，练瑜伽不该怎么练。我看你疼成这样，我心里……哎呀，小琪妹妹，你也别哭啊，哥也没怪你。再说了，哥没事，哥能坚持得住。啊，对了，我们科刚进了一批进口的止疼针，我去给你拿，你等着我啊。哎，这样的才是女孩子吗？
像叶千墨那样的，谁受得了啊？哎，小七妹妹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厉害行了吧？我打针一点都不疼，你还没有感觉，我就已经打完了。好了，躺好。来。哎。把眼睛闭上。文化哥，你不信任妹妹我吗？我技术很好的，来，快躺下。看来是想抽取我的晶元啊！你到底是谁？居然被他识破了，看来只能使用绝招了。危险！是你！放开那个男孩！妖孽！今天我们代表月亮。你动手俩字儿？哪俩字儿？妖孽！我去，这你也计较啊？你懂不懂尊重女同志？你都让我说俩字就会死啊？我就说妖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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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妖孽！够了，别吵了！别废话了，我被封住了，快来救人呐！哎呀，别急，马上来。哼，雕虫小技。看我把你们一起吸干，奉献给主人。司徒梦一，别和你那死鬼师兄一样，归顺于我才是你最好的出路。做梦！冥顽不灵，找死！你的功力还没有完全恢复，谁死还不一定呢。老贝，想不到今天咱们就要命丧于此了。你后悔吗？不后悔，为了正义。哼，临死了还这么多废话，
那我就送你们上西天。等等，想不到你居然突破了我的封印。这个世界上再厉害的封印都抵不住身心的剧痛。你痛过吗？我先杀了你，再杀他们两个。现在偷袭还来得及。杀了我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老幼，你快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你走吧。老幼，你为啥不杀了他呀？你把他抓住也好啊。必须放他走，不然我们就找不到天尊了。惺惺相惜，情不自禁。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你看这个。
你的身世已经破解，你绝对想不到又是公园家啊。出来了，我感觉有人侵入我的电波。哎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是我的梦，有人入侵我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顶不住了。你怎么把我带到梦里来了？我是司徒梦一。用你的梦灵也是情非得已。司徒梦一，什么情况？哎呀，没有时间解释了。天尊已经控制了这片区域的全部隐修士，并抽取了大部分人的精元，能力已经完全恢复。你正处在极度危险之中。你的事情我已经帮你破解了，全部在这个平板电脑里。记住，一定要。你是秦琴还是叶行墨？我是孙无双，天尊属下。但你可以选择生或者死。叶秦琴无双，你被天尊利用了，现在变成600多人。就凭你们这几个已经被吸了精元的废物配吗？让你们活着，就是让你们亲眼看一看本宗是怎么得道长生的。天尊，百年之前我师兄放了你一马，没想到你不思悔改，变本加厉。你要知道，这样是要遭天谴的。别跟我提你的道貌岸然的事。你们隐修难道不是为了长生吗？我只是将这个造化提前了而已。只有更多的寿命和能量，我才能更好地改变这个世界。呸！天尊，人已带到。好，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欠那么点东风。司徒，他率
手里东方是晒死，看这情况是要呼啊！胡什么呼？他说的东风是要渡雷劫，只要让他吸了尤文化的精元，他就能长生了。我靠，这不是十三爷？就包炼丹，再加请医师。输定了！我。 见面了，他是我的猎物，让我来，嘿，不堪一击。 规则吗？逆天者死！是吗？来呀！你过来试试啊！啊！你太卑鄙了！天我都敢逆，卑鄙算什么？现在给你两条路可以选择：一，带着天灵剑冲过来干掉我；二，束手就擒。老尤，你别听他的，就算你现在束手就擒。 他也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嗯。尤文化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他也是个隐修士。 你们500年来的相爱相杀都是我的安排，我得好好感谢一下你们每100年为我捐献的精元。今天我将要长生，而你们必须死！你这个混蛋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叶总，我叫秦秦。哎，你在这儿，我报警了。现在你可以选择生或者死。无双，你被天尊利用了，现在变成600一个人，你。如果有下一个100年，我一定不会忘记你。妖姬，我杀了你3次，这一次算我还你的，保重。是我一其人，时下人间，梦中见。梦醒了，我也该走了。有文化，我们下一个梦再见吧。卡卡卡卡什么卡？没见过这么帅的人在车上吃炸鸡啊！再看到你，素质没素质啊！我，少年，看你面色发红，两眼发黑，一定是肾虚的表现。这是我的名片。记得找我啊！这个病一定得早治，知道吗？早点找。
要请他喝。